给本王过来。跪下。本王让你跪下。朝中正在彻查击毙肃清贪腐，工部正是藏污纳垢的源头，你收了他们的礼物，是想置殿下于何境地？现如今朝堂之上在彻查贪污之事，你如此行径，你是要将本王置于何地啊？不是的，殿下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现在就让我还回去。本王实在是没有想到，现如今你怎么会变得如此嚣张跋扈、贪慕虚荣啊！本王可以告诉你，这些蝼蚁的性命本王不在乎，但是有一点你错了。陆安然是本王娶回来的妾，因为嫉妒而杀人，是没有把本王放在眼里。你收受贿赂，是你目光短浅。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无论是你的行为举止还是眼界，哪一点配得上王妃二字？萧景轩，你在这儿给本王跪上一天一夜，好好想想本王的话。殿下恕罪。满意了吧？别再让本王看见你被折腾成这个样子，好生照顾你们家主子。是。林夕，今晚我让萧清雀为你守灵赎罪，若你不生气了，就在奈何桥上等等我，好不好？拿走，我不要你在这冒苦耗子。王妃可以不吃，但是我们家小姐却不能不给，这是礼数，费不得的。拿走。打翻了也好。王妃，你看见那块石头了吗？灵犀就是倒在那儿，连晚饭都没有吃就走了。他若是泉下有知，也会感谢王妃赏的这顿饭的。王妃，妈妈，妈妈，该死的刁奴，竟敢吓王妃！不怕？小心。慢点，王妃。王妃，您的早更。真是奇耻大辱！我长这么大，从来没被这么侮辱过。王妃息怒啊！可如今若与那个陆安然斗下去，怕是得不到殿下的心了。那你说该怎么办？唯有忍。殿下提点的对，您是王妃，
自当有容人的胸襟和气度。若是受了这样的罪还能忍得下，殿下自会刮目相看的。把贵重的东西都退回去，别给殿下惹麻烦。是。小姐，这院子总算清静了。这清静恐怕也只是一时。殿下，进。殿下，自从陆小姐嫁了之后，你都几宿没睡过了。你多少也吃一些，老这么下去，身体可要垮了。放着吧，我等会儿吃。最近可真是事事不顺。方才还听外面的农户说，城北近日不太安宁。怎么了？据说是义王不满庄园被拆，便强占了城北好多农户的田地，还闹出了人命。见过萧将军。王妃，好啊。哥。快给哥哥盛一碗甜汤。是。你呀，这么大人了，还像小孩似的，就喜欢喝这些甜的。哥，你就不要取笑我了。今日怎么有空来？最近在帮殿下做事，便有空来看看你。那正好，我正无聊着呢。听说你最近和这个妾室闹得不是很愉快，殿下可有偏袒陆安然？没有的事，殿下对我可好了，哥哥你就放心吧。你呢，刚被封为正妃，应该替殿下操办一场家宴。咱们还是要让殿下知道我们自有女主人的气度。嗯。嗯。殿下，您这是在做什么？把义王的罪名全都写下来，上报父皇，让京兆尹来处理。我听那些农户说，他们早就报过案了，可不还是没人管吗？齐王殿下，容佩求见。殿下，你是？奴婢容佩，是亲王妃院中的掌事嬷嬷。王妃明日于家中设宴，想请齐王殿下过府一叙。多谢二嫂美意，只是大坝建成在即，得每天在这里盯着，实在走不开。殿下，只是一场家宴而已。不会耽误殿下太多时间，况且我家夫人刚刚晋升王妃。抱歉。那奴婢便告辞了。嬷嬷。殿下可还有什么要吩咐的？二嫂新晋王妃，第一次办家宴，我若不去，实在是不给面子了。殿下这是答应了？一定准时赶到。谢殿下。那奴婢便告退了。嗯。那边可知会了？说过了。按说这种家宴，
妾可是上不了台面的。王妃这么做，十足彰显了主母的风范了。要不是为了殿下，我才懒得做这种表面功夫。今晚您就忍一忍，左右都是做给殿下看的。嗯，知道了。殿下，你怎么来了？本王一回来就听说你为了家宴忙了一下午，就过来看看。妾身知道最近惹殿下不快，可是殿下，妾身只是个小女子，心眼浅得很，府里突然出现一个女人跟我抢夫君，一时乱了分寸，苛待了陆姐姐。妾身知道错了。你是当真知道错了吗？嗯，这场家宴就是办来给殿下赔罪的，我特地差人去请了陆姐姐。九弟呢？派人去请了吗？当然，殿下最疼这个九弟，妾身怎么会忘？九弟他答应来了。是啊，我叫嬷嬷亲自送的帖，希望殿下当场就答应了。好，这个差事办得不错。这突然大摆宴席，也不知道萧金雀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。小姐，今夜我们还是要当心些，免得着了他的道。你现在的样子像极了惊弓之鸟。那这王府里什么魑魅魍魉都有，咱们可不是要如履薄冰吗？放心，穆泽这两日刚惩罚了萧金雀，今日他不敢做些什么，若他故技重施，岂不是自寻死路？那倒是。小姐，我去点盏灯，你等我一下。齐王殿下，你也是去赴宴吗？是。前方路黑，不如你我同行，我为你掌灯引路吧。不必了，齐王殿下，你我相识匪浅。如今叔嫂有别，王府里人多眼杂，同进同出不免徒增闲话，还是你先走吧。是我唐突了。齐王殿下，近日来王府的日子可少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跟咱们殿下吵架了呢。二嫂出笑了。啊，这是近日老农做的桂花糕，我特意带了一些。每年这个时节啊，我总是盼着可以吃上一口你送的桂花糕啊。本可以多带一些的，只是最近翼王强占农田，搅得他们不得安生，没心思做这些。此事我也听说了，他要再这么下去，早晚会激起民愤。我准备向父皇奏明此事。毕竟若不是因为我推行水利，
也不会发生这件事。上奏，我倒是觉得上奏的时机还未到吧。为何？哎，洛姐姐来了。洛姐姐，快坐这儿。王妃，我只是妾室，自家人不必在意这些，姐姐就坐这儿吧。那既然人都到齐了，殿下，咱们开席。好，开席。姐姐，这杯酒给你赔个不是，从此以后我们姐妹好好相处，一起辅佐殿下。王妃严重了，是妾身思虑不周，以后还需要王妃多多提点才是。殿下，这杯酒我敬你。别闹了。殿下，你可太偏心了，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可是跟姐姐喝了交杯酒的。既然已经破戒了，再喝一杯又何妨？这有些酒此生他只能喝一杯。殿下和姐姐真是情意绵绵，叫人羡慕。不过妾身一直好奇，殿下跟姐姐是怎么走到一起的？二嫂这么一说，我倒也挺想知道的。齐王殿下竟然也不知道？殿下，你就说说看嘛。殿下心中尽是家国大事，这些儿女情长自是开不了口，不如让妾身来说吧。太好了，姐姐你说吧。我与殿下在苏城时便已一见钟情。若是如此，当初嫁过来的为何不是姐姐？因为我与殿下在斗气。斗气？我以为殿下娶我是为了陆家，我陆安然骄傲一生，必须要找到一个全心全意爱我的郎君。若得不到真心，那我也不愿委曲求全，所以我便让妹妹嫁了过来。如此殿下也是得到了陆家。殿下娶了妹妹非常生气，我才意识到是我误会了殿下。他不仅想要陆家，他也想要我。怪不得那陆欣然得不到殿下便鬼迷心窍，做出这样的事情。如今妹妹做错了事情，陆家变成这样，我本想回到苏城了此残生，却没想到母亲惨死。安然，你别说了，坐下吧。殿下，你就让姐姐说下去嘛。齐王殿下也想知道，是不是？是。陆家飘零，父亲入狱，
皇上借机收了陆家的船员，我万念俱灰，没了主意，是殿下可怜我无依无靠，我才有了如今安生的日子。这一切全都是殿下所赐。真是让人感慨万千。殿下若有说的不周的地方，殿下不要笑话。陆夫人说的桩桩件件我都在场。只是不知道姑娘家会将心思藏得这么深。我倒像个傻子一样，半点没有看出来。二哥，你们将我骗得好苦啊。其实齐王殿下不介意的话，妾身倒是可以安排一门亲事，也好让你二哥羡慕上一回。多谢二嫂关心了，只是我家业未建，怎敢娶妻。先成家后立业，自古往来一贯如此。今日你的话是否有些多了？殿下，您不是一直心疼齐王殿下吗？难道你要看他一直孤家寡人下去啊？多谢二嫂美意了，我已经有自己喜欢的人了。对不起夫人，是奴婢手笨，请夫人责罚。奴婢们笨手笨脚，让齐王殿下见笑了。不知齐王殿下看上的是哪家千金？不必麻烦二嫂了，只是我与这姑娘有缘无分，这辈子不会在一起了。这是为何呀？我与她，所以我倾心的部分或许只是我一厢情愿，奈何美梦终将会醒，我也总要有醒来的那一天嘛。九弟他不愿意说，你非刨根问底是吗？二哥，二嫂也是一片好意，等我忙完这阵了，可能真要麻烦二嫂帮我寻得佳人，得享天伦。殿下，今晚的月色好美啊。二哥，今日若没什么其他的事情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今日你能来赴宴，二哥心里很开心。那镯子查不出来，有定是陆安然搞的鬼。你干什么？二嫂，你这儿做什么？
你发什么疯啊你？今天大家都在场，我倒想问问看，他在背后到底搞什么鬼？殿下，之前说我收贿赂，可那镯子根本查不出来有，必定是他在后面故意害我。王妃有什么证据吗？还要什么证据啊？那个镯子十分稀有，不是普通人可以得到。可你陆安然就不同了，有什么东西是你陆安然买不到的？二嫂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齐王殿下有所不知，这个女人诡计多端，除了她，还有谁想在背后害我？就凭这一点吗？如果这镯子真是我混进去的，那我又如何笃定你一定会带上这镯子，然后来我的院子里闹事？你，殿下，你为我做主，那个镯子真的不是别人给我的。就算你没有拿那个镯子，那其他的东西你也没有收吗？王妃，我为了不与你争什么，已经把自己关在府中不愿出门，你还想怎么样？陆安然，你少装出一副清高的样子。王妃若一意孤行，那我即便搅了这王府的安宁，也愿意奉陪。真是好笑，我哥哥现在在帮殿下做要紧的事，你们陆家算什么？汉京城的过街老鼠罢了。住口！龙佩，带王妃回去，尽思己过。是，殿下。殿下，走了。殿下，我又没有做错什么，凭什么罚我？二哥，以后你我二人还是在书房见面吧。这宅内之事，我实在不便多掺和。让你见笑了。甘心被困在这方寸之地，活在无休止的争风吃醋中吗？本王来吧，你下去吧。这种事情怎么敢劳烦殿下？还是冬青来吧。今日的你倒是像以前的陆安然了。妾身只是不敢忘记殿下的教诲，若再如此狼狈惹殿下厌弃，那我以后在这府里的日子更艰难了。镯子的事是你做的吗？你不用这么看着我，本王不会因为这样的事情责怪你的，本王只是觉得你与他争风吃醋，用这些内宅女子的小伎俩，本王开心。入乡随俗，我虽不愿生事，但我也不是好欺负的。殿下，妾身有些累了，想休息了，请殿下准许。本王今日就在这儿过夜了。你不用这么紧张，在你没有答应之前，本王。
王什么也不会做。殿下是正人君子，我没什么不放心的。完颜生，你说的那些话，字字泣血，一字一句，都刻在了本王心上。本王承认，是我逼你逼得太紧了。但是陆安然，你也让本王失去了很多。如果要算账的话，你我也应该扯平了。本王知道，现如今你这个样子，是因为还没有把我当成你的丈夫，还没有把亲王府当成你的家。不过没关系，日子还长着，我可以慢慢的等，而且我相信我可以等得到。殿下，城北又有农户死了，但却没有外伤。白天我看那些尸体身上全都是被殴打的痕迹，应该是翼王庄院的护院所为。倒是有一个人，脖子是直接被拧断的，如此凶狠直接，没有半点拖泥带水，倒像是军中之人的技法。我怀疑此事与军中之人有关，你按照这个方向查探一下。是，殿下。这应季的葡萄真水灵，可是我更喜欢苏城的青葡萄，脆甜脆甜的。对了，你还没见过青葡萄吧？嗯，陆夫人的院子里好像就有一株。陆夫人还懂种这个呢？哪儿能，我听说都是齐王殿下三不五时的来施肥升温什么的。站住，你们刚刚说陆安然院里的葡萄藤是苏城的葡萄。回王妃的话，是苏城的，奴婢就是苏城人，认得葡萄。青葡萄要想在汉京种出来可不容易，需得精心照顾。你们去吧。是。是。难道说，马世京，你要是敢动葡萄藤一下，我弄死你！多谢二嫂美意了，我已经有自己喜欢的人了。对不起夫人，是奴婢手笨，请夫人责罚。他俩不会真的有问题吧？王妃，要不要奴婢去好好查一查？那是当然。嬷嬷，好好查，千万别让我失望。是。姐姐，你这是在给你们家陆夫人做什么好事的呀？葡萄凉糕，现在秋深了，葡萄也熟透了，正是最美味的时候。我们夫人在苏城时最喜欢吃葡萄了。我记得夫人院里就有株葡萄藤，长得可茂盛了。可是我前几日经过发现，怎么突然就枯了？哎呀，一言难尽。我们夫人最爱惜的，就是齐王殿下送的这株葡萄藤了，可惜了。齐王殿下送的，我听说夫人跟齐王殿下是好友，可怎么自从夫人嫁进王府，齐王殿下就不怎么来府里了。冬青姐姐，你日日跟在夫人身边，你说夫人跟齐王殿下当真只是好友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姐姐，咱们就是闲聊两句，你要是不愿意说，我不问就是了。冬青姐姐，你先忙，我就先走了。嗯，好。
小姐，刚刚府里的丫鬟跟我了解不大疼的事儿，应该是萧金雀在调查你与齐王殿下的过往。萧金雀暂时还掀不起什么大浪。陆夫人，殿下特意让我们给您送来了餐食。苏城来的厨子？是，殿下怕夫人思乡情切，特地从苏城请来的厨子。殿下有心了，下去吧。是。松鼠桂鱼、糖藕糍粑，这都是小姐在苏城时最喜欢吃的菜。用一个金丝笼，好吃好喝圈养着，就算把整个苏城搬来，也没有苏城街头巷尾原本的滋味，只是他的自我感动罢了。小姐，我听下人们说，翼王前战农田打死农户，此事也与齐王殿下推行水利有关，想必齐王殿下现在也很焦头烂额。这场大雨真是帮了我们的大忙，直接冲出了城北农庄30余具尸体，现在民情激愤，日日围堵在翼王府的门口，喊着让翼王给他们偿命。等皇上知道此事之后，一定会严惩翼王的。这要怪的话，只能怪他自己太贪心了，抢占农户的田宅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作茧自缚。可是这翼王也真够残忍的，为了这点私利，杀了这么多无辜的农户。此事绝没有这么简单。王妃，陆安然和齐王果然有问题。踏青赏月，苏城买醉，这世上哪有干干净净的男女之情啊？还不都是你情我愿，藏着的都是龌龊的心思。想他陆安然前几日还敢那般嚣张，殊不知我们正握着他的把柄呢。一个护着葡萄藤，一个种着安心稻，这两人真是情深意重，只有咱们殿下看不清呢。我这就去让那女人露出真面目。王妃，您忘了之前的教训了？陆安然那张嘴惯会颠倒黑白的，咱们还需要找到切实的证据才是。可是这两人最近避嫌得很，在家宴上这陆安然防得滴水不漏，根本不看齐王一眼。这齐王现在也是根本不来王府，就算来也只是去书房待着。王妃，他们不见，那我们可以找个机会让他们避无可避呀。殿下，我按照您的吩咐追查线索，发现萧应军营的人出现在城北农田一带。真是好笑，我哥哥现在在帮殿下做要紧的事，你们陆家算什么？汉京城的过街老鼠罢了。最近翼王强占农田，我准备向父皇奏明此事。我倒是觉得上奏的时机还未到吧。希望是我想多了。殿下，我们该如何是好啊？这事不会和亲王殿下有关吧？你先不要对外声张，我先去一趟秦王府再说。殿下请。啊，齐王殿下先在此稍候，殿下入宫有一会儿了，相信很快就回来，老奴先行告退了。有劳。
王妃，刘管家已将齐王带至书房，总算是来了。都准备好了吗？万无一失。你说这次咱们能成功吗？但凡能在殿下心中留下一丝一毫的芥蒂，这件事就没有白费。